用不同的角度拍摄菱角瀑布。哇，水好大、啊！不过现在是阴天，那我要来拍摄它这附近。它这边有个像小溪流的地方，其实就是瀑布的水往下流，然后宝蓝色的、翠绿色，哇，青池啊！然后这里的洞窟很有名，这里有两三个洞窟。哇，看到瀑布了，要进去吗？对我来讲，空间有点小。还有另外一个洞窟，在这边，水很清澈。好，以上这就是菱角瀑布，现在很脏乱，因为台风过后有点垃圾可能被冲下来。